县长张亚冠日前前往民和社区参加关怀祭典的活动，入去食堂的厨房，了解设施和环境卫生，佮帮是大人来泡菜，场面是真温馨。民和里大拿民和里，甘蔗轮这间老人食堂是大拿第八间的老人食堂，咱里咱全馆已经47个了哈，第47个啊，所以咱希望讲，现在哦，这哦落实到基层去，才会当真正照顾，真正正正照顾到咱哈啊，咱这老时代哈啊，咱里只希望讲，古历年要到啊哈，啊这个时阵天气较冷，啊咱这的长辈时代咯，会去出门吼，阿妈骨那胃要烧哈，咱就别感冒哈，啊身体顾好，脚手迈好一点几几哈，啊咱就吼。袂破病，啊，就长命富贵，食百二安尼吼。馆长指出，嘉义县已经开办46间的老人食堂，各五间搁咧申请关怀老时代无上限。食堂食材补助，今年对每人20元提高到30元。县府专门来推动老人的关怀和照顾，希望会当搁有较侪社区和团体来投入照顾老时代人的服务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